年仅九岁的香港小巨肺谭志军早前在美国才艺节目《全美一丁》凭住献唱国际天后 Celine Dion 的经典名曲《My Heart Will Go On》而一鸣惊人。在最新一集 AGT， 大家都期待他唱 Celine Dion 的歌曲嗰阵，他就俾大家一个惊喜，唱 Michael Bolton 的《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》。呢个惊喜评判又受唔受落呢？So adorable, I might just have to. 呢位为 Celine 按下 Golden Buzzer 嘅，就系身为客席评判嘅变性演员 Laverne Cox。Celine 当时惊讶到 O 晒嘴，在场嘅爹哋、妈咪同埋妹妹 Dion 亦都非常之激动兴奋。点解大家反应咁大呢？原来呢一个 Golden Buzzer 每个评判一季只能够揿一次 ，Laverne 咁样一揿，将 Celine 直送半总决赛，亦都令 Celine 成为首位获得呢一个成绩嘅华人。事后 Celine 亦都拍片多谢大家支持啊！我好开心啊！今次攞到个 Golden Buzzer 啊！我要多谢啲评判，同埋多谢 AGT， 多谢你哋嘅支持啊！我下个表演喺 live show 咧，一定会唱更好嘅歌俾你哋听。